你今晚会唔会早啲翻啊？做咩？冇啊，你唔知咩？今日咧系国际锡女朋友日，系咪啊？系啊，你6点之前唔翻到屋企锡女朋友咧，会坐监噶。但我同你讲咗，我琴晚有个 project 要赶啊嘛，咁今晚要开 OT 喎、啊。啊？啊？哎呀，好，我自己嚟。你唔好嬲啦，我今晚都讲咗话，今晚翻嚟揾你噶嘛，好冇？翻工啦 ，OK， 走啦 ，OK， 拜。摄像头。你点会喺度噶？咁我知道你唔得闲，所以我咪自己买咗个蛋糕，想过嚟同你庆祝咯。系、哦，你今日生日喎、哦。你真系唔记得？我唔系唔记得，我谂住放工之后买翻个靓嘅蛋糕翻嚟陪你啊嘛。啊，你想食咩啊？你咁而家？我哋食日本嘢。日本嘢好啊！你等等。喂，系啊，我今日好似唔得，我可唔可以同你再改期咁样？你等等。公司？系公司。咁你做嘢先啦，我再揾你啊。嗱，不如咁啊，我哋去我哋最中意食嘅日本餐厅。你坐喺度，你等我 ，OK？ 你穩定個位，我一個鐘頭嚟揾你啊，好唔好？咁係咁噶咯喎 ，call 你 ，OK？ 拜拜。